然后结果后来他推到日本人身上。我是刚完留学生的2021年10月9号，松了呢，松了呢，松了19:35什么的，是136B次哦。回送的不用马子呀。那个发车就修完去。哎，不用马子车网哎。那个发车就修完线回送四零幺厂的，天佑2001年，天佑2002，不用马子车网在松山站通过，谢谢各位的。